韩顺炮了古朴飞刀，学习里面的杀法。双方以顺炮开局，红方选择进车，黑方横车。红方过攻的时候，黑方选择补士。红方进车下路，这里有压马的棋，黑方跳边马。红方挺兵，黑方选择过河车，准备砍兵压马。红方上马，黑方砍掉兵的时候，红方继续上马。下步有登双，黑方选择进卒，红方踩掉卒，黑方平视角炮对马，红方直接砍掉中炮，黑方回马踩掉，红方在进炮，这里有打象，黑方这个时候如果逃象的话，这里打马，黑方选择上马，红方这个时候再打掉中兵，这里吃炮，黑方吃马，红方平炮打车，黑方平车看住炮。红方今天妙手打象一将，黑方如果回马踩的话，这里下闷弓；黑方如果上士的话，这里重炮绝杀无解。